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x 介于0跟180度之间呢、啊，还要你解哈这个方程式。好，那怎么解哈？我们用互角公式呢，背角公式把它展开，这是一减 tan 呢平方，啊两倍的 tan， 哇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个，那我把它移过来，那合并以后哈。把 tan x 抽出来，那这是一减掉 tan 哈 ，s 平方分之二，它减掉多少？减掉3，这个等于0了。好，那等于0以后哈，那所以哈，就 tan x 等于0，啊或者这个等于0啊，那这个等于0哈，就是或者哈这个等于0。这等于0的话呢，我给它合并，合并以后就是2减3加上3 tan 平方，这个等于0啊。好，那这个等于0的话，那 x 的话就多少？就是整数派嘛，就0度或者是180，这个带进去 tan 都会等于0。啊，或者呢这个。啊，这个的话呢，要求什么哈 ？tan 呢，平方 x 哈不能等于一，也就 tan x 哈不能等于正负一啊。然后呢，上面这个哈要等于零，上面这个等于零就是3 tan 哈 x 平方哈等于多少？二减三是负一嘛，移过来是正一，也就是说哈 tan 哈。x 等于多少呢？正负，哦，除过来以后呢，开根号，正负根号三分之一啊。好，那如果 tan x 等于正，根号三分之一的话，那 x 就多少？就是等于那个30度了，哦，等于30度，30度的话呢，就是六分之派，哦，啊或者呢？再加二派，再加二派就超过了，不行。啊，如果 tan x 是等于负根号三分之一的话，那就是 x 就是等于哈180减掉多少呢？减掉那个30度了，哦，就150，也就是说，或者是等于六分多少呢？就是派减掉六分之派，哦，30度嘛，就等于六分之五派啊，六分之五派啊。所以总共有几个解呢？总共有零派、六分之派跟六分之五派。六分之派呢是上面这个解，啊，六分之五派是下面这个解，哦，下面这个解，哦，所以答案就这四个：零派、六分之五派跟六分之派跟六分之五派。